CHM 长江机械分切机东莞生产基地。长江机械凭借优秀的自主研发能力、出色的分切机性能以及贴心的售后服务，收获了海内外客户的一致好评。目前位于有着世界工厂之称东莞的生产基地，占地面积达70亩，主要分几大区。A 动车间主要生产双刀分切机以及复印纸生产线。B 动车间数控机床车间主要加工零部件。机动车间主要生产分切机油压支架。地动车间主要生产单刀分切机。长江机械分切机能够实现高速分切，且分切成品切口干净整齐，分切精度高，广泛适用于卡纸、铜板纸、牛皮纸、文化纸、双胶纸、高光相纸、机银卡纸、铝箔纸、激光镭射纸、烟酒包装纸等。长江机械有着强大的生产能力，能够满足当前的市场需求。不仅在东莞有生产基地，在全国百强区山东兖州以及江苏东台富安智能印刷包装机械产业园也分别成立了70亩和60亩的生产基地，能够及时快速地为珠三角、华东、华北以及长三角地区客户提供更好的纸张分切解决方案。至今，全球超过10000家车企选择使用长江机械分切机。长江机械一站式纸张分切解决方案提供商。